王伯昏，你这心肝落肚的查某，你杀害你的情夫，竟然还想要脱罪？现在我就要你合法背命。伯昏，你就放心去，我有请律师再动款来。冤枉，我是冤枉的！你敢顶去？拢已经什么时阵啊？你搁死硬硬嘴皮，唔去认罪是唔？好，今仔日我就和你心服口服，出了。你讲，死者是不是你无说你用油破着衫，然后去恁家换衫的迄个查甫？是，身躯迄领衫是我亲手做的。我袂认唔对。王伯昏，你用尽心机，把金表毁容，超工歹让人认出伊的身份，啊，不过真可惜。经过大家的指令，即卖已经确定，迄尸体就是金表呀。还有，这刀、甲衫，拢是为恁家后院抄出来。现在眼前的证据遐尔多，你既然搁敢话讲你是冤枉的，那呢我问你，去予你害死的金彪呢？你的红色是毋是搁较冤枉？哈？张捕头，我知影即卖我讲啥物，恁大家拢袂相信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是美算，毋是捕昏，我是予伊骗去挂面具，才会搞我面头歪去。你即卖大家看到的美算，才是真正的捕昏。伊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只有伊才知影刀啊，跟杀伫个倒位，嘛只有伊才会当去美国。王伯昏，你莫阁辩解，无人会相信你的话。我无甲丁彪害死，这个冤屈虽然大家拢无了解，毋过天公要知影。等我给人斩头，我的血一定袂落地，会泼去你这块铜块顶头。证明我的清白，我是冤枉的。你哪有可能血无落地啦？吼，救命！哪有可能？王伯昏啊，你就已经要死啊，也是唔肯认罪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等我死了，我绝对会去找我的冤仇人报仇。我绝对不帮你杀！行行，李四，你千万中文头万分快，我嘛一笔不提。我欠你，后世人才该还你啊！啊！我可真正无悔，啊！我真正喷在大华的顶头呢！妈咪，你好可怜啊！哦。敢讲我冤枉王伯昏啊？凶手是其他的啦。啊！伯昏心软，你这大华。去天公伯收起安尼，敢讲敢讲，伯昏真正是去用冤枉的。哈？伯昏心软，你得懂我。去的天公伯收起安尼，敢讲伯昏真正是去用冤枉的。这块玉啊，不是你所爷母留予伊的，哪在你这？我若是跟你讲，我会有这块玉啊，是因为我就是美雪，你会相信？
真正有外面这种代志。啊！你好紧无哈？不是都唔敢来。啊！哥哥你落山，哎呦，我要跟哪位先生？秘书。一世老师的心，你可是没看，这就是高开始。哪里？我哪一世老师没看？这老查某，逐天就爱做东做西，有机会，我一定给他偷死。哎，美雪啊，做工课面满安尼这么大力，唔知的人叫是讲你煮一个三顿，你心肝内咧无欢喜咧。阿母，我哪会假？做人的媳妇，不然就是做到死的。啊，你的意思是安怎？哦，你讲出你心内的话，我意思是讲，我是一个歹大家是。阿母，你昨年是这几天人无爽快，有在讲迄种话，咱才会计较。阿母啊，你本来就是一个歹大家啦。每天叫我做东做西，我要忝死啊！敢带一个囡仔？我看你根本就是看我袂顺眼，超过伊目眼厉害了。清华，某你已经带入门啊啦！我这个阿婆啊，阿婆迄个放弃人，我有放开啦。啊，你也要安怎？随在你啦！阿婆，阿婆，你说，来，来啦，对了啦，阿婆，阿婆。秘书吼，伊拄只是讲气话，请你原谅伊，伊毋是听过安尼讲的。秘书，紧嘞，家不回事嘞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是当然做唔对啦，唔就是伊啊，迄老查某，规工硬生生，今日还食饭，这阵无路，叫我做东做西，你是无看我传音啦，就无用。哎呦，你这查，你查某，你从来袂晓气死，你从来袂晓气死。阿母，你莫生气啊，也是气破病就害啊。你这。别再假了，这头哦，恁家的事，我袂信，我袂去看。哎呦，这个查某，这个查某，哎呦，那才变一个人，才变一个人了。哦，这个家庭我到